准备吃晚饭，又是泡面。衣服和饭，谢谢亚军的玫瑰花，谢谢南方不羁的桃花风铃，这是个啥？我也不知道这叫什么，什么明太子泡面，不晓得。我觉得今天晚上就应该穿那个，把那个汉服穿上来直播，对吧？比较应景。可是那个不是我的衣服，嘿嘿。谢谢徐行的风铃，谢谢你。不对，应该谢谢大家给我送桃花。谢谢抽好的玫瑰花，桃花运，桃花运不是你们送给我的吗？看看今年我能有多少桃花。谢谢会员的荧光棒。我也不知道，那也得到那天才知道吧，对吧？现在还没到日子呢，我怎么会知道呢？谢谢23度的草莓蛋糕。谢谢酷露露的奶茶。我什么时候要三下班了？不止，不止。谢谢似水流年的巧克力。海浪是什么鬼？你才是海浪。晚安晚安。草莓蛋糕是今天新出的吗？什么时候出的？还是我太久没有直播了？谢谢节拍器的草莓蛋糕。哦，我还在想元宵为什么要送草莓蛋糕，原来是情人节，怪不得。谢谢小尾巴，那这个是什么？这个应该叫情人节小礼包，是不是？每个节日都有个小礼包和大礼包。还有什么？还有表情包。谢谢一草一叶的荧光棒。我是小宝宝。那你们是吗？
三宝宝宝。嗯，非常奇怪啊。没有，就是可以说。没有，我今天晚餐能吃很久。今天多少？所以元宵节就已经过完了，是不是？就算了。那是不是元宵节过完就不能收红包了呀？那这样子的话，我就不用给我妹发红包了。有，今天才收到，我今天有收到红包。恭喜发财，开工大吉。发给粉丝红包。我没有发耶，今天坐我前面那个，就是台下坐我前面的一个观众，就是台上有小相机，就是扔下去嘛，他直接这样伸手就是那个红包刚好飘到他手上，超牛。就是在台上看了都震惊了，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人新的一年就是不用怎么干活的。就是直接掉，就是钱财直接掉口袋里的感觉，对不对？谢谢幽灵漫步的荧光棒。施魔法，那也得就是吃个大的呀，你说吃个剧场的小红包有什么意思，对不对？他应该是个那个百万彩票那个魔法，这个比较有用嘛，对吧？
水晶奶要努力干活，应该是除了那个就是手机红包那个以外都要努力干活，就努力干活，对吧？你看大家都在台上，我就没有收到台上一个红包，对，我一个都收不到。所以说，说明就是运气不怎么好，但是就是只能靠自己干活了。不啊，我觉得可能是你坐的位置有问题。你看你前面那个，对吧？他。就是直接伸手就红包就掉他手上，然后我看看不止那一个，他手上好几个，我觉得可能不是那个左中右的问题。细细目送给了他们好像就是 NC 有给 NC 整个队伍有给他们的粉丝发红包吧，好像是这样。还分心是谁粉？就是他们应该能分得清吧，毕竟我没有买的房。对，因为他们应该是他们队伍自己弄的。当时我们一开始就是看他们去抓红包的时候，就一开始还以为就是像之前那种过节发礼物，发什么橘子、橙子之类的，这种就是大家都发嘛。然后没想到就是我们过去的时候就开始伸手了，他说不行不行，这是我们 NC 自己的，就这样。对，然后那个时候才知道就是 NC 给大家准备了红包。太卷了太卷了。我记得有发过橘子啊，是年前还是什么时候？好像发了橘子还是橙子，没记错的。哇，谢谢，谢谢蛋蛋的爱心气球，谢谢你。这是把今晚那个发红包的运气给我分了一点吗？下周三早，又不过节。那以什么名义发吗？鸡蛋。你们俩认识啊？谢谢，你是我的荧光棒。谢谢浪浪跟健康的桃花风铃，谢谢你。谢谢。谢谢浪浪。你们今天有多少个人收到红包了的？我觉得能收到，就是能收到红包就很不错。
谢谢小恩的草莓蛋糕，谢谢。为什么这里红一块？好痒！我感觉最近皮肤好敏感，就是这里红一块，今天这里红一块，脖子也红。之前拍声写也是，就是无缘无故就红一块。可是我也不知道我对什么过敏，就是它红一会儿过会就好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不懂。但是它又没什么，就是太大影响。盖不掉，就是没什么太大影响，就是懒得去了。因为它过一会儿总会好的。它那个查过敏源是不是很贵呀？没有必要，没必要。这个发型原本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发型原本是，就是这个是在上面的，它应该是这样子的，这两个揪在这儿，两个辫子在这儿，然后底下是一个披着的长条的辫子，就是耷拉下来的两条这样子的辫子，然后上面两个圈，就是两个圈加两个辫子，但是呢。就是等我编完这两个辫子之后，就是这两个坨坨之后，我那个辫子就不够长了，它就弄不了，它就卷不上去了，就是头发太短了，搞不了。然后呢，最后我就变成了两条，就是变成四条辫子耷拉在这儿，我就觉得好奇怪。就是一开始是四条辫子的。然后我就走了，就是从姐姐那里走了。然后后来就是还是觉得很奇怪，然后就自己弄，在那自己瞎折腾，然后最后就变成这样。这个辫子还会散架，然后就只能别两个发卡在这儿，就是把这些散架的头发收进去，看到了。我头发太短了，他就不听话。别了两个卡，他会炸毛。搞不进去了。这边开始炸毛了，看不到。我觉得现在就是不长不短的，就是很容易纠结，到底是应该按长头发的那个长度来做造型呢，还是应该按短头发做造型？我今天都已经是搜，就是网上搜的短头发的古风造型去做的了，结果还是不够长。谢谢啊，杠杠的口红，谢谢。散开了变大风，那会很乱。这个头发造型看得少，多留一会儿嘛。
不行，无语了。我前两天还有人收到翻牌，说让我大光明。之前他来了呀，他之前来的时候跟我一块分粽子吃，吃了两天了，这是最后一碗。他吃了两回了，我自己看。没事，我穿了裤子的。裤子就不可怜，为什么呀？为什么可怜？他又没弄脏。那你滚吧，你先滚好吧，你先滚。还没见过你们打滚。Love.
家丑不可外扬，那就就是私底下滚。搞个什么短视频，然后艾特我一下哈。对吧，这样就只有我一个人，就只有我一个人看了，别人看不到。我在想应该往里面倒巧克力好还是倒咖啡好。滚地鸡是什么鬼？人家走地鸡，你滚地鸡。你，我昨天是不是？我前两天是不是问过这个问题了？就是双下巴是鸟居，三下巴是无脊椎，都是鸟类，怎么回事？你们凑一对吧，要不不行吗？就是分类，然后什么合并同类项。算吗？这算合并同类项吗？合并同类项什么意思啊？谢谢鸟君，就是通过我给三下巴送的情人节礼物。看吧，这不就成了。还没一撇，哎，那这现在不就有一撇？谢谢浪浪的小礼包，谢谢你。浪浪想要给谁送啊？这是在暗示什么吗？踩点，踩点不应该是踩明天的点吗？怎么踩前一天的点呢？你不是随便的男人，随便是你的男人。那刚刚那个浪浪也送了情人节小礼包，那你要不跟他凑一块吧，让鸟君一个人吃醋去。哦，不对，应该两个送礼物的凑一块。怎么能让乌鸡就是吃白食，对吧？不行。谢谢小小的抒情，这有没有大大？不，鸟君有长头发的时候，长头发的时候还挺好看的。真的，鸟君什么时候留长头发呀？这是个啥？放咖啡还是巧克力？服他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是焦糖咖啡，这个是可可，这个是燕麦。
哦，这样子，不是好东西，怎么能说？什么不是好东西？嗯，真的吗？我两个都放，那就是不，这个是甜的耶，这应该是带点甜。我还是放咖啡吧。哦，我跟你们讲，这个去做那个鸡蛋布丁很好吃，就是加面包，然后加鸡蛋布丁，可好吃了。就是他们可以混在一块儿，没事，反正我明天放假，是吧？明天周几呀？明天周一，明天我放假耶。哎，是谁要上班？明天睡得着，明天才知道。哦，我明天要早起，忘了。就是说明天没有工作，但是要早起。多早？中午吧。没有你们早，没有，没有，没有。你们要多早起？你们又是三四点回去？明天四点多是指就是三个小时之后，三个多小时，三四个小时之后的四点吗？还是14号的四点？通宵肯定顶不住啊，就是今天没睡，对吧？今天没睡，然后明天又得上班，那顶不住。为什么是请上我？你说老板我起不来。老板我起不来，你会多睡一会儿。哦，不对，你可以说老板我妈妈说什么情人节前一天不什么不早起可以促进就是桃花增长。知道了吧？然后以后每年说不定老板跟你一块请假。像桃子吃什么？你假装看不懂的样子。
放一个月，放上学放一个月算长还算短？我记得最长的假好像两个月还是三个月。那平时呢？他好像不是国内的大学，就是地区不一样吧。乌鸡嘤嘤开始求关心了，哎呦喂！点歌可以点吗？你想点什么？不对，你说点歌是要唱歌的歌吧？那不行，没有开通此项业务。你点歌，你这不是啊？你点歌虽然也不是不行啊，不是不行，你可以，你甚至可以就是录个视频，就是，大家一起看一下，就是好玩的事情要大家一起分享。我一开始想的是，就是你点歌，我给你放。我可以放给你听。长假去实习，你学什么呀？实习做什么呢？好玩吗？我发现我关注大家的什么工作之类的，就第一反应就是好玩吗？请原唱代唱，就是可以放给你们听。对，哦不对，如果什么音乐 APP 里面没有版权的话，我也放不了。机械工程，那会不会很难啊？谢谢小小的荧光棒。单身情歌是什么？单身怎么唱情歌呢？同时浪很多个。单身情歌是什么鬼？我没有听过。是谁唱的？玩命怎么现在不玩命？虽然也没有想你玩命的意思，这是火了是吗？确实挺玩命的，就是也不算开玩笑，鸟君也不算开玩笑，对吧？可能是觉得太危险了，是吗？谢谢冰淇淋的荧光棒。没记错的话。没记错的话，好像是消防员。是吧？所以说玩不让你去一线了，那为什么？难道不好吗？那就没那么危险。说越危险越好玩。不是啊。
就是鸟居的意思，说，说就是不让去一线了，就不让玩命了，那就不好玩，所以就换工作了，不是吗？没毛病，就是这个逻辑解释起来不是这样的吗？其他人呢？其他人好玩吗？谢谢花生酱的一个信封。谢谢你，谢谢。祝情人节快乐！走跳伞不要降落伞，那不行，那这跳伞只能玩一次都没意思，是不是？就是好玩的事情要多玩几次。谢谢 Kira 的元宇宙。我很卡吗？是我很卡吗？我发现了，我只要离他远一点，他就没那么卡。谢谢西瓜的信封。哦，原来是我。我也卡了，我卡粉了，我卡粉了。这么粗暴，简单粗暴，哎，只要就是问题能解决就可以了嘛，对吧？什么手法不重要。头发就是只能扎到这种程度，扎不了太高。这里吗？好像没那么红。所以昨天猫猫丢了之后，然后就自己跑回来了，是吗？谢谢木桩的一个信封，谢谢你。节日快乐，祝你节日快乐，祝你节日快乐。什么？你祝我节日快乐？祝我节日快乐，不要表示点什么嘛，光嘴上说都没意思，一点诚意都没有。谢谢
谢谢冰淇淋，谢谢冰淇淋的荧光棒，谢谢真思纯最喜欢我的玫瑰花，谢谢你。越来越聪明了，真的吗？我没发现呢。你要不要给我就是总结一下，就是聪明在哪儿？就是让我学习一下啊。到时候请我吃喜糖，真的假的？你是认真的吗？你刚刚还说就是要找人一块过情人节，这就吃上喜糖了，这是未免有点快吧？一朵玫瑰花不够快乐，怎么也得999朵。算了，九十九太多了，九十九朵玫瑰花。真的吗？我又记错人了，不好意思。搞错了，重来。你请我吃的是和谁的糖啊？就是既然都吃喜糖，能吃喜糖了，那你就是吃的清楚一点。是不是？要不然就是糖吃完了还不知道吃的是谁的喜糖。提前过节，那你是不是应该就是应该给猫猫凑一对，对吧？他都已经就是急着想要过情人节，都离家出走了，是不是？是吧？你还不给你家猫猫找个伴儿？真的，他说他昨天猫猫跑了，跑丢了，都找不到了。谢谢斯莱特林的桃花，谢谢你的桃花。现在都几点了？12:30了，还没睡呢。拜个晚年，这算早还是算晚啊？这个点，拜个晚年。又在配戏，没有，就是凑巧嘛，凑巧。明天我没有，我们明天去就是打疫苗，对，所以要起床，然后跟大家一块儿去。就是虽然没有工作安排，但是就是要早起去打疫苗。谢谢小小的荧光棒，谢谢黑鸭的信封，谢谢。困了半个月，加强针是第三针吗？是第三针叫加强针吗？我酒驾，我都不知道还能不能打。他之前因为要回深圳打疫苗嘛，然后他原本说第二针要3个月之后打，然后到现在估计不知道有没有一年。我还没有
打第二针，就是还有用吗？啊，这样啊，这那岂不是我白挨一针啊？谢谢新卡拉的玫瑰花啊！我记得他说，就是只要是不是三个月以内去打，就是三个月以外是可以的，但是他们说三个月以外外多久？就是想到什么就去做了，然后坚持不下来。那照这么说，我坚持的最久的估计就是在斯巴打工了。哎呦喂！真的是一年前打的，好像去年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三月份吧。不是，就是，没有，我就是深圳打 HPV 是摇号，就是我甚至中过两次，我觉得我可牛了。然后他只要你约到了，就是你摇号中签了，然后就可以去打，然后就是你打了第一针，然后你之后的第二针和第三针，你只要就是到了那个可以打针的时间，然后你就是直接预约，然后就可以去打了，就是也不用等。中过两次，不是，我中的第二次，中了第二次就去打了第一针，然后就到现在了。没有，我就是觉得，就是为了专门为了打针，然后跑一趟，好麻烦啊。然后我朋友好像摇了两年，还是摇了多久，到现在没摇到。就是我的运气都用在了好像没什么用的地方。一个月还是两个月的问题不大，反正我现在也回不去。就是我还没有要想着去打第二针的想法。而且新冠疫苗我一开始也没有着急说想要去打第三针，就是随缘吧。然后结果今天开会说没打的全部统一拉去打第三针，然后我才就是去打。对，因为我之前两针也是跟着公司一块去的，虽然就是有之前有一些人就是也可以自己去，但是我又很懒，我又懒得自己去。对，所以要不是就是公司组织者一块去打，我可能就是也是拖着就所以。情人节的没有没有，十三号。
现在不是啊？真的吗？啊！原来星期一是14号啊！好吧，我还以为是周二14号呢。这怎么跟偷鸡接受鬼，就是情人节前偷跑提前过节叫偷鸡接就是偷跑着过节的意思，对不是贬义词就是提前偷跑。为什么要偷跑？就是卷起来，就是跟生日公演一样，就是卷起来，人家才通知第一天就把歌单交上去了，我还没有弄完。开工资不用，我们是14，完了呀！明天12点，那我要更早起了。我刚还在想周二14号呢，就是天亮之后的第二天才是14啊，没想到现在天亮就要14号了。那我生日歌单还有12个小时，不到12个小时。谢谢小星星的荧光棒。现在决定，那我现在决定，你们不就都知道我的歌单了吗？没有，之前也有在选歌，但是总觉得我还可以，就是。找多一点，就是看多一点歌。我到现在还很后悔，我那天做梦为什么没有把里面的就是细节记下来。已经在就是喊人，我还记得我找了陈鸿宇，我还找了桂军，还有谁？还有傅冰冰，还有谁？我不记得了。就是为什么会找这些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梦里有他们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梦里主演都请好了，都已经在排练了。梦中情人我记得就是有一首歌是，就是他要穿那种风格，是那种就是类似1001夜那种类型的衣服，但是现实生活中我肯定不会找这首歌。就是一点都不符合现实，对。
就是不记得了，不记得，就是只记得就是大概是这个风格。Monster 我是不是跳过呀？我跳的是啥呀？我好像跳过。我之前没有想到，我想起来，我上一次圣诞的时候，就是十二月份圣诞的时候，就是有一些歌，我甚至就是把几首歌安排到了拉票，没想到第二年的生日公演会先来。没想到。就是把那个歌单，就是丢了几首歌到我的2022年的拉票，没想到就是圣诞会这么早。谢谢本坡的两个草莓蛋糕，谢谢你。生日不停跳圣诞公演，对啊，基本上每年都延后，因为我过生日太早了，就是有时候我生日的时候还在搞前上一年的圣诞，对，上一年的圣诞，今年没想到就是居然能赶上。哎呦，这视频。哦，他好问题。你们刚刚不是说什么什么周一过节？那大家不是都要上班吗？对吧？大家都要上班，过什么节？默契的调整。周一给自己打一针疫苗。赶上广巴打疫苗末班车。吃饺子，为什么要吃饺子？我打的是哪一种？就是公司拉我们去打哪一种就打哪一种。我也不知道我打哪一种，是要打一样的吗？哦，这样子，但是就是他们那里应该会有记录吧，对吧？就是不用我自己记住，因为我也不知道我打哪一种。
内测用户。我也不晓得，明天再说呗，反正随便。不要紧。我刚干完一杯咖啡。我觉得没那么早睡。他有没有通知说不能吃什么喝什么呀？下午2点出发，应该起得来吧？起不来也得起啊，起不来就拉倒。起不来也得起。没事，就是起不来，姐姐就是应该也不会管。晚安晚安。情人节快乐。笑死。被钉钉被什么被微信气得醒过来。没有带气的睡过去。不会的，就是如果我们赶不上打疫苗的话，就是他到点就发车了呀。反正姐姐不知道谁打了没，对吧？别，不能睡不着，睡不着明天起不来，起不来怎么过节呢？不点人头吗？不点吧。又没有报名，又不用报名，就是只是说没打的，明天出发去打。明天安排可多了，你看又要交歌单，对吧？又要交歌单，然后还得去打针。早餐啊，我已经吃过了呀。我吃过早餐了。下周上不了公演啊？不至于吧，我猜上不了就放假。上不了就多休息2天。谢谢小小的荧光棒。啊，真的吗？算旷工？那还是算了，算了算了。谢谢西瓜的桃花，谢谢你，谢谢你的桃花。什么？情人节给我赠桃花？瞬间决定今晚不是，确实。谢谢许昕的口红，谢谢冰淇淋的荧光棒。哇，你们这么久没冒泡，居然没睡。
新特效，库洛罗也搞个新特效。下一个大哥就是你。不是，下一个大哥就是你。谢谢节拍器的草莓蛋糕。凑个一点，凑三分钟。你不要当大哥，你不当大哥谁当大哥？必须当。你还别说，昨天前天昨天吧，我是昨天排练的吗？好像是。昨天晚上排练的时候就是被叫起来。昨天被叫醒去排练，要不然就是都看不到，没有看到通知。谢谢小小的荧光棒啊。就是周六晚上，因为周五晚上都没有通知，然后工作表也没通知，所以我都不知道周六要排练，然后周六就是被喊起来去排练，下周两场。每场都在吧，没有什么特别，就一般都上了。姐妹一起打疫苗。那明天下午得找点事情干吧，要不然起床了没事干。谁叫醒我？室友叫醒我呀，要不然你们叫醒我吗？口袋叫醒服务。前奏曲了2分半，是的，但是我现在还不知道，就是下周是上哪首歌，就是谁报了歌。收到翻牌会有铃声通知吗？没有哦，你们会有吗？哦，有弹窗，但是不会叫什么，就是没有提示铃声。没发过，不知道，是时候踢出去了。一点了，溜了。打电话功能，等一下口袋被打爆。虽然不是我，但是其他人肯定会。就是口袋电话被打爆，对吧？不好。谢谢无忌的草莓蛋糕，谢谢你。谢谢小明的玫瑰花。价格高一点，不会觉得很奇怪吗？会觉得很奇怪啊。虽然现在就是看起来有点像那种
视频通话群聊，微信视频群聊的感觉哈，虽然看不到你们。谢谢似水流年的巧克力。拜拜，下周见。多看看这个头。哦，这周见啊，好，这周见，拜拜。